好了，我们开始。我不介意你们发问。血压。气钻。好，骨膜鞘。那，我要撬开他的头骨。有没有想象过脑外科手术是这么进行的？有，可是没亲眼看见那么震撼。我有一个问题啊，看这次谁答得最快。有人报警说屋子里有三个人死了，警察到达现场发现一个躺着，一个坐着，一个趴着，还有一个跪在那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多了一个？就是要你们回答。你怎么问起我来了？好了，手术显微镜。这个瘤很接近远动皮肤，准备激光机。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死了？对。那我现在用激光把脑隔开，然后取出肿瘤组织。我组织检查前。送去做急冻切片。一个坐着，一个躺着，一个趴着，已经有三个人，还有一个跪在那里，是衣柜的柜，不是跪下的跪。哈哈，这次又是破最快啊。不是我快，是你的问题简单。程医生，急冻切片报告是后脑胶质瘤。好的，谢谢。那我现在要把瘤割下来，由于这颗瘤跟静脉非常接近，所以我一定要割得很仔细，因为万一损害了静脉的话，他的右手就会瘫痪。明白。好，很多外科医生看过一次脑外科手术之后，以后都不敢再来了。我觉得压力真的很大。我以后还会不会在手术室看见你呢？一定会。这么快换衣服走了？病人的家属还在外面等着呢，他们担心了那么久，一定要向他们交代一下嘛。哎，陈医生。医生怎么样？手术很顺利，你们可以放心。肿瘤已经取出来了，本来担心会影响病人的手脚神经线，现在都没事。谢谢你啊，程医生。我们只是做我们应该做的事。谢谢两位医生啊。谢谢。谢谢啊。一般而言，最快乐的时候是不是现在？要是有人请我吃饭的话，我想我会更快乐。这种粗活让我做好了，还有事情要做呢。进来。顺不顺利啊？我已经做完我可以做的，以后要看病人的意志了。我对他有信心，他还年轻，而且他太太也怀孕了，他没有理由会放弃的。不错，医学上的事情根本没有绝对，只要你肯坚持，总会有机会。不打扰你了。
我姓程，麻烦你叫机主开行动电话，或者是打电话来我办公室，谢谢。怎么样，陈医生，去哪里啊？走了？今天本来是休假的，有手术要做，我才会回来。你呢？到哪里去了？吃午饭嘛。认识多久了？有没有汤喝啊？你能不能别那么了解我？我是羡慕你啊，李医生。我简直是仰慕你啊，程医生。什么意思？其实我仰慕所有结过婚超过7年又自以为很幸福的人。你是嫉妒吧？走吧，回去做一些使那些还没结过婚的人嫉妒的事。走吧，拜拜。哎，先生先生，你们不能进去，先到那边登记吧。你看，怀疑服食过量药物，家人在替他登记。程医生，程医生，李医生，请到急救房，有病人。什么症状？怀疑服用过量药物，血压150/90，脉搏105。系主口臭异物了吗？做过了，可以了。谢谢。安妮，菲利伯，怎么样？还在抢救。小姐，小姐。报告是多少？97。什么症啊？病人没醒，格拉斯哥昏迷指数10。第六症，我去问一下。做静脉滴注。警官，谁送他进来的？喂 ，Jackie， 安妮，我们两个送他来的。他是你朋友啊？是啊。知道他吃过什么药吗？啊，他好像吃过这种安眠药。给他解药，解镇定药3毫克。请通知机主打电话回家。谢谢。小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记不记得吃了多少颗？20多颗，不，不记得了。瑞贝卡，我们现在会替你洗胃。你现在尽量把管子吞进去，张开嘴巴，放松一点。入300水，放松点。不用紧张。尽量放松，很快啊。给我2包活性炭。好的。
快好了，放松。好，送他到观察病房。好的。Rebecca， 我们现在不在家，要找我或找坡，请在毕医生之后留言，我们会尽快回你电话，谢谢。喂，阿坡，我是 Henry， 你太太出了事了，你最好尽快赶回医院。Annie， 喂，怎么样？应该没有大碍了，送到观察病房。有没有联络她的家人？没有啊，我只知道她已经结婚了，可是她很少提到她的先生。你知道怎么联络她的家人吗？我不太清楚。没有关系，我再问她好了。你们等一下。谢谢你。现在不用这么担心了。安妮，我们还要赶回去开会，已经迟到了。知道了。哎，你们还有事情，你们先走吧。那我晚一点再联络。谢谢你。拜。拜拜。是谁送病人入院的？他的朋友，其中一个我认识。怎么了？什么朋友？我不想说错话。有什么事啊？那么关心他？你是杜小姐的什么人呢？她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不是，她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出事的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今天很早就出门了，当我回到家里就看见她已经昏迷，旁边还有一瓶药。她在你家里出事，到底有什么问题？程太太没什么大碍，她先生正在赶来，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事情，你可以走了。这个世界上呢，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。没一个女人愿意搞成这个样子。可是，我也不会笨得想寻死。我酒喝多了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还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？我想出院。这得问 Harry 了。我应该没事了。我听到有人提我的名字。 Rebecca 想出院。我已经替你通知阿波了，他应该就快赶来了。如果他不来，我是不是不可以出院？喂，阿波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他喝过酒和吃了十几粒安眠药，替他洗过胃，应该没事。可是他的情绪不太稳定，你跟他好好谈谈吧。小心点。谢谢你，不妨碍你。Jackie， 嗯，走。哦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你有没有发现我没有戴戒指？你一定没发现的。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懂得关心我，还是从来没关心过我。戒指已经掉了好几天了。对不起。你除了会说对不起之外，你还会说什么呢？可能最近我比较忙一点。现在我能为你做什么？爸，去哪里啊？送你一程。嘿嘿，不必了，我对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没什么信心。太不给面子了吧？是不是介意啊？算了，反正我已经习惯被男人拒绝了。小心点啊！拜拜拜。不是我弟弟啊，我才懒得理你呢。我家里只有咖啡啊，你要不要？连你也这么对我，搁着吧。哎。喂。Hello。干嘛？怎么突然之间静下来了？啊？你问他，他有事吗？
他失恋了。不是吧？现在的男人也会？现在的男人怎么样？继续说下去，给我说清楚吗？没有，没事。喂，就算 Jason 要结婚生孩子，你也不能怪他的。Jason， 你女朋友叫 Jason 啊？现在女孩子很少用这个名字。你不知道吗？我应该知道什么？你不介意吧？我介意的。杰森是个男人啊？不会吧，我没跟你说吗？那个时候你跟我说呢，我还以为开玩笑的。你现在知道了？喂，是不是真的？真什么呀？你认为有问题吗？没有，很好啊，真的很不错啊。哈，喂，他太太能为他做的事你做得到吗？你不安慰我就算了，还跟着起哄给我催心长。是事实吗？他太太可以为他生孩子，你能不能？你不能那就算喽。喂，告诉我你干嘛会喜欢男人的啊？喂，安妮，你的朋友怎么这样？我是认真的，你告诉我嘛。哎，反正今天他心情不好，到外面喝点东西吧。也好啊，去喝点东西啊。走啊。喝什么呀？我今天想静一静。哎呀，静什么呀？出去再找一个嘛。擦什么口红？走了。所有地方都是女士之夜，要去哪里啊？听姐姐的话。喂，你喜欢来这儿？这里不错啊，感觉很舒服。我同事最近也很喜欢来这里。是吗？坐那边吧。OK。喂，干嘛还是这个样子啊？怎么，样子不好，警察抓呀？别理他。别管我，听到没有？好啦，知道啦。Do you like some soft drink? 我看来怎么样？好 ，three more try, please. Okay. 我不管你了，我去洗手间。喂。喂，把你吓死。Sorry 啊。喂，跟他不是很熟。你说什么？没有，你怎么样？ Gilbert 失恋了。我知道，他旁边那个谁？过去给你介绍。好好。喂，我来介绍，他叫 Henry， 是我们的高级医生。 Annie， Gilbert 的姐姐，是大律师哦。哦，很少看你来玩。现在才发现这里很好玩。坐吧。我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不开心，可是来到这里呢，应该忘掉所有的事情。有些人呢记性比较好，有些事情呢不会那么容易忘记的。你姐姐似乎很了解你。嗯哼。喂，她走了。让她走好了。又看上新目标了。你知道我在看什么吗？啊。哎，不打扰你们了，走走走，快点玩得开心点啊。拜。她一定会。原来是她。什么？你经常提起的 Harry 就是这个 Harry 啊。你怎么说话这么逗呢？李国柱，对不对？你认识他？念大学的时候已经认识了。他好像不认识你啊。这是肯定的。那你怎么不告诉他？我不想他太辛苦啊。要记起已经忘掉很久的人，有时候挺辛苦的。明白。对，你们要我来这里就是说这些无聊的事情。是你自己说要我们别管你的。你现在可以不管他。喂，你知道人家为什么把你甩了？就是因为太爱闹别扭了。哼，改改了。嗨。嗨。真奇怪啊，应该看见你的时候不见你，没想到你会在家反而见到你。今天晚上可以陪你做一些我们已经很久没做的事。你是不是说去看电影？票都买了。对不起哦，今天没有空应酬你。你有事情没关系。那么有没有时间一块吃晚饭？我约了别人吃饭。哦。我知道了，下次我会先找你的秘书看看你们约了别人。好啊。小心开车啊。
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有趣啊？嗯，应该做的时候你不去做，现在做了没用了，你反而做。上火，喝两服药就没事了。我相信你了。行了，谢谢。啊，你别说老爸又乱给别人开药方啊。没事啊，喉咙不舒服，多喝点温开水是会舒服点的。是了是了，你要什么呀，唐医生？我想要一个负责任的老爸。哎，啊，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。老妈约我明天吃饭，你会不会来啊？我看不会了，以免妨碍你们母女谈心事。我们没什么好谈的，只会说你坏话喽。是他让你约我的吗？有什么分别？当然有了，他看见你啊，跟看见我的时候是两个样子。那就好了，有我在，他看你的样子会好一点喽。嘿嘿，你以为我很想见他吗？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离婚之后呢，还可以做朋友的。对啊，我可以做到。是他做不到。算了，晚上陪你吃饭吧。总算有点孝心。小七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好的。怎么样，有没有想到到哪儿去吃饭？你老实告诉爸爸，我是不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人？你真的很介意啊？当然介意了。哎，老实说，谁都有做错的时候，你妈就是不肯接受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才会搞成这样。老爸，你可别说是老妈的不对啊，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没有女人会接受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是我不对。哎，要不是你妈那么对我呀，我怎么会做出那种事？这个只是借口，不过算了，现在还提这件事干什么呢？如果你们分开了就觉得彼此都很快乐的话，那就行了。哎，我总觉得对不起你是真的。你对不起的那个不是我。吃韩国菜怎么样？会上火。那吃素可以了。对你来说营养够不够啊？哎呀，那你别管我了，你自己想吃什么吧。啊，我想吧。喂，哎，吃过饭没有？我弄了意大利粉。吃过了。要不要咖啡啊？好啊。那谢谢。嗯。哎，今天是应酬你爸还是你妈？难道没别人约我啊？要你答应才行呢。有人追求呢是一件好事，太拒人于千里呢会少了很多乐趣。现在没人追我啊，所以我说你失败喽。男人呢也会八卦的，知道有人碰钉子啊，还搞得灰头土脸的，谁敢接近你啊？那还不好，可以让我更专心的工作了。哈，其实你是一个很理智的人，永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可是偏偏的做了不理智的事，不知道该怎么看你。譬如嘞？譬如呢？你愿意为他付出那么多，值不值得呢？我洗澡了。你还没出去啊？不出去了，有很多事要做。这么紧张，什么事啊？如果就知道出去玩啊，读书读得那么辛苦，那是为了什么呢？哼，那什么？不能告诉你。明白。算了，不打扰你工作了。不过可以告诉你，是跟医生有关。是吗？吕贝克的先生陈志美可能有麻烦，跟他有关。好的，我尽快安排会议试试，到时候大家再谈。你再找我，拜拜。找我什么事？外婆坐。你记不记得8年前你有个病人叫何凤兰，你替他做过切除子宫手术？不太记得，什么事？现在他找律师控告我们，要求我们做出赔偿。理由是当年你跟负责这起病例的肿瘤科医生张家光，并没有提供其他的治疗方法让他选择，使他做出错误的决定，把子宫切除了，造成他永久不育。他当时是不是患了子宫颈癌？你想起来了？如果是跟张家光医生有关，又切除子宫的，就应该是子宫颈癌。医务委员会已经做出聆讯，
要从你们身上了解整件事件，你先做好准备。我知道。我已经找威文协助我们，尽快安排会议，大家坐下谈谈，到时候再通知你。好的。用不着担心。我们做事一向是以病人的利益作为大前提，根本没什么值得担心的。明白。有事再找你。嗨，嗨，这么早回来？啊，不知道是我交友广阔，还是你得罪了太多的人。原来刘太太我也认识。是吗？她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以前你当外科医生的时候，是不是跟我们拉保险的一样，也有人监督每个月要完成多少个手术呢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哎。随随便便把别人的子宫割掉，这不是一个负责任医生的行为。我可是从来都没有批评过你的工作表现，或者是你的职业道德。哈，因为我够专业了，没什么让人批评的。我想说的是，其实你对我的工作不是太了解。那么，你是不是不应该批评我以前的工作表现？你这么做好像对我不是太公平啊。难道对刘太太很公平吗？我看这些事情是不是应该由法官来裁决？我只想说一件事情，如果我早知道你对病人也是这么不负责任，我根本不该对你有任何幻想，以为你会对我们的婚姻负责任，明白吗？我们不想花太多的时间来了解法律程序上的问题，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？没有问题。那位何女士最少找来八位专业资格或认可的妇产科医生，指出当年程医生和张医生为她做出的诊断和治疗是不恰当的，结果令到她的心理和生理都受到不必要的痛苦，才会引起这次的诉讼。我们赢的机会大不大？作为代表你们的律师，我有信心，可是闹上法庭了就没有绝对了。要是输了，最坏的结果会怎么样？从我的角度理解，会是赔钱。我认为最坏的结果会是公众对我们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失去信心。我认为最坏的不只是对我们的医院失去信心，还会对整个社会的医疗服务也失去信心。这么说我们不能输。有没有考虑庭外和解呢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跟打输有什么分别？站在我的立场，最大的分别是不需要做出他们所要求的赔偿。结果也可能是一样，公众仍然会认为是我们的错。庭外和解其实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，我跟他的律师谈过，他们完全无意庭外和解，不是他的律师不想，而是那位何女士坚持要打这场官司。是不是应该了解一下那位何女士为什么过了那么多年才来控告我们？我们已经着手进行。你有什么看法？要看 Raymond 能否帮我们了。那你呢？我认为看看是否可以帮助那位何女士。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以前所做的是以病人的利益为大前提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这个原则都不应该放弃。如果那位何女士坚持要打这场官司，我们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。那就是说要看法官最后如何判决，这得看你们在庭上的表现了。哦，不要给我们压力啊。他是从监狱送来的囚犯。对，他被七八个囚犯围殴，重伤，神志不太清醒。准备过床，一二三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血压80/50，脉搏130，氧饱和85。用呼吸器代替的泵气。好的。左边肋骨可能碎了。腹部有事。盆骨没事。左边很差，可能是气胸。插胸引流管和插尿喉。知道，插尿喉。拿胸引流管。
给他两包正O型血。好的，出来100毫升的血。放了多少水？一共放了2000水。血压多少？170，脉搏110，氧饱和93。他好像想说话呀。好。怎么样？你想说什么？血压只有70，氧饱和无法量度。血送来没有？就送来。找外科医生来看看，可能要进手术室。好的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刚才从监狱送来的病人要我帮忙打的这个电话。这不是本地电话。他女朋友在荷兰，要我替他打个电话给他女朋友。你没帮他？哼，我在想应该怎么办呢。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是不是应该通知警方啊？我们不是常说没什么是绝对的，其实除了说一些客观的环境因素，某程度上我们也是说一些主观的决定，那得看你如何理解整件事情。照他目前的情况，可以想象得到其实不是那么乐观。替他打个电话其实很简单的，不过我不敢肯定打完这个电话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我信任你的决定，还是你自己处理吧。介不介意一块坐啊？介意。喂，今天呢，从监狱送来那个囚犯送到你们那儿去了？对啊。他的情况真那么坏？他脾脏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得很厉害，做手术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没什么问题吧？没有，会有什么问题？我觉得你很关心他。不管怎么说，他送进来的时候是我负责任的。听说他还是个惯犯，那么年轻就得了这种病，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惩罚呢？他受到法律的制裁，不是已经得到应得的惩罚了吗？你说的没错。希望他快点好起来，刑满出狱，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他的意志力很强，我也希望他能够好起来，就像你说的，改过自新。有没有骗我？骗你什么？上次你答应我戒烟的，有没有戒啊？是不是当医生的都爱逼别人戒烟呢？一个真正关心自己男朋友的女人呢，是希望自己男朋友戒烟的。那怎么办？我有一个又关心我又是当医生的女朋友。要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你认识我的时候就抽烟了，都9年了，说戒就戒。我已经少抽很多了。出来之后就不要找借口了啊。干嘛皮笑肉不笑的？是不是有事跟我说？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司徒锦昌的人呢？他真的出事。原来他的女朋友呢，在荷兰，一直不知道他在坐牢。这个故事我听过不少了，你们救得了他吗？会尽力的。其实呢，要跟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说这么一个大谎话，还要一说说这么多年，到底累不累呢？哦，有必要吗？问你自己吧。我跟你的事为什么不能让伯母伯母知道？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？喂，别玩了。刚才我捡到一样东西。喂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哎，麻烦你了，麻烦你了。有什么能证明是你的？里面那对戒指刻了 Paul 和 Rebecca。
我好不容易捡到的，你怎么报答我？还给我吧。送给太太的戒指居然也能搞丢了，那会不会是不祥的预兆呢？让你碰过，可能真的会有点不祥。我先走了。听我说，讨太太欢心呢，不是补送戒指给她这么简单，最重要的是让她感觉到你关心她，明白吗？我也知道以前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，现在正在努力补救吗？你会做什么呢？大家研究一下。就算研究啊，也不是跟你研究吧。这倒是。我要工作了，玩得开心一点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嗨，没吓着你吧？我说过的，你永远喜欢在最不适当的时间出现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啊？我没事。没事，干嘛这么早睡觉啊？有些话我想跟你说清楚，不过现在最好你先出去。我也有话想跟你说。如果你现在还不出去，恐怕我们会谈不下去。哼，好。这些不是你的，是我朋友的。有很多事情你不用再解释了。我只希望你现在继续保持冷静，别做出一些使大家丢脸以及将来后悔的事。我看将来会后悔或者是丢脸的，都肯定不是我。我们还可以谈下去，我在楼下等你。其实也没什么好谈的，是不是？有些事情总要搞清楚。我早就很清楚发生什么事了，不清楚的其实是你。有问题为什么不一块来想办法解决呢？而且做一些来破坏我们之间关系的事，为什么？你就是这样子，有问题出现你从来不会去想一想。问题其实出在你身上，你从来不站在我的立场上替我想一想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在做什么？你不觉得自己说的话很荒谬吗？我是你太太，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我在做什么吗？是你失败还是我有问题？你现在应该很清楚了。行了，我明白，一定是我的问题。你无从抵赖，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开心的日子我已经全忘掉了。一定又是我的责任。不然你以为又是我的问题？应该是医院 call 你了。对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医院的 call 永远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你认为我应该怎么样？我们说的可能是一条人命。总之所有的事情都比我来的重要了。本来半个钟头之前并不是。一定是很重要了。有个急症病人需要我现在马上回去替他做手术。其实现在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们离婚。我不想再这样跟你生活下去，我更不想有丈夫等于没丈夫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要一个真正关心我、听我说话、能跟我聊天的人。你是个男人，今天发生的事难道你能接受吗？
我要走了。连我自己也无法面对，你不要告诉我你可以。你回医院吧，我也该上去了，不然马婷会担心我。离婚的事我会找律师处理。